什么 QQ 飞车居然和中国邮政搞在了一起，还专门为此出了一辆邮政天启。这期我们就来看看是怎么个事儿。首先呢，这车的获取通道呢是在活动界面里找到购买方式，然后的话价格是198元一个礼包，里面有700钻和永久天启等等等等。不过呢，我在某三方看到有几十块呢，那真假的大家自行判断哈。那么这车怎么样呢？首先来看特性，这特性呢也是延续了天启家族一贯以来的转向灵活且不减速特性。这种特性呢，在弯道密集的地图很强啊。然后第二，腾空特性加成很一般，但触发概率还是很不错的，而且呢是可以重复触发的。那么基础数据的话，根据罗素测试结果显示，其他数据都还好，主要问题出现在了动力问题上，属于 A186 那种免费车的动力水平啊，所以呢这车就很尴尬了。有转向不减速的特性，但第二特性都偏向腾空，且动力呢也不适合跑弯道多的地图，所以呢这车就挺尴尬的。如果配个平地特性，然后动力往上靠一靠，那么在高难度地图，比如说峡谷啊，或者说苏格兰，还是可以拿出来溜一溜的。而现在呢，就相当于免费车的水平啊。好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。